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试玩这一款在进行封测的刀剑神域黑衣剑士。来，一开始，三只，三个职业可以选，然后都可以选男选女哦。好吧，我们建好了女生。哎呀，这女生虽然不动，胸部也跟着动，哎，还很可以哦。发射，还没进去就有一种感觉很好玩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用黑色好了，来做个女同人可以吗？这样看起来好啦。为什么玄红眼珠哦？就是美好世界会把它导入进去了。来吧。叫名字，那开测的时候好像封测资格是用抽的，后续不知道会不会再开放。哦，这个世界观，好啦，意思是可以放大缩小了。所以我现在已经进入潜行世界了吗？哦，这是一开始的克莱因嘛，真实样貌啊，不是啊，不是真实样貌，这个时候他们还没受害啊。哦，这是已经很前面了，根据箭头，好啦，有声优哦，剧情以语音啊都还在兼修中啊，目前是没有声优的，毕竟封测嘛，没关系啊，能体验游戏内容就好了。哎，我上。原始草原，直接跳过好了。哦，他现在是没办法自动寻路的，你要自己去找怪打。哎，有一种啊，拉近一点，这样才有进入潜行世界的感觉啊。
解锁了一个新的剑技了，我打黄蜂守卫。哦，不过这样子转来转去，不能转太快，不然这样录下来，怕部分的人会头晕了。除非你是很习惯玩的。哦，狗头人领主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在切换视角啊，那会有一点慢的，因为我是怕部分的人会头晕。其实我是完全是适应快转的，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很近距离的打斗。嗯，我现在是要去哪里？原始草原。总算有伙伴了，我的旅途不寂寞了。哇，刚刚莫名的断线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去做一些过度的点击啊。哎，妍希，哎，他是不是没有出来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像没出来，就是单纯提升防御而已。
马场，哦，击败，反正全部都打就对了嘛，全部爆发，啊，赢了。骑马，这是什么？友好度礼包。哇，好远啊。嗯，我的马。哇。哦，打拦网欸，耶，没有人跟我抢，悟空，急飞，哼，这只毫无难度了。Thank you.
啊，鸡配小炒。变异的猪笼草在那里，哇，没抓到，哎，点击这里可以开启或关闭自动寻路、自动战斗 ，what？哎、欸，自己跑了、欸，啊，也好啦，我玩那么久了，哎、欸，其实到你要开启自动寻路啊，要有一段时间呢、欸，不是那种不是那种20分钟，还是半个小时，那个要玩一段时间才行。自动寻路多好啊！现在是要去打任务了，来看一下风景好了，Boss。好吧，那么游戏的部分我就先简短体验到这边了。那其实到玩到这边的话，整体好像跟其他 MMORPG 是很类似的、哦。那反正还是会有自动寻路、自动战斗啦，那初期可能都要手动去跑一下任务。那连续的话，角色不会出现，那会有附带它的加成效果。那技能也全开了，是整体还是不错的、哦，尤其是它这个世界观。他好像要重现刀剑神域100层的这种世界观了。那他在风景部分还不错，因为整个风景是比较亮一点的，我比较喜欢的。不过有很多地方是没办法自由移动的，那这部分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调整了、哦，所以他的自由程度是有受限的、哦。好吧，游戏就算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